嗨，大家好呀，我是默默。前几天白马又下雪了，好多人都赶去封板前的最后一滑。我们虽然没赶去滑雪，但我抓紧把今年去白马滑雪的视频给改了出来。虽然已经是两个月前的视频了，虽然已经都快立夏了，希望能给小伙伴们接下来的雪季去雪场的一些参考吧。这一期要介绍的就是白马的八方尾根滑雪场。不过在介绍滑雪场之前，先让我吐槽一下停车场。作为一个人气滑雪场，规模也不小，但每次如果不早点来，就会遇到停车难问题。给大家看一下停车场的地图，八方尾根总共有六处免费的停车场，但一般大家会选择离厢式缆车比较近的地方作为起点，也就是 P8 停车场，能容纳150台车，但在周末、驻日或者碰上有比赛的时候，不早到的话，基本是停不到位置的，连周边付费的停车场都可能停满。八方尾根滑雪场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8点开始，想滑第一批的小伙伴们记得一定要赶早。我们是2月23日来到的八方尾根，到我正在剪视频的4月19日为止，白马山顶的 C、B、F 都还在营业中，积雪厚度是105厘米。乘坐厢式缆车到兔坪雪道，再换乘两次缆车，就能到达八方尾根雪场的最高点。那里有八方池山庄，我们之前爬唐松岳的时候，就是从山庄作为起点开爬的。按照惯例，先介绍一下整个雪场。雪场总共有13条线路，23条缆车，最大斜度35度，在明目山滑雪道上，最长滑走距离8000米，初级路线占30%，中级路线占50%，上级路线占20%。从这个百分比就能看出，八方尾根是比较适合中上级滑手的滑雪场。我们也来过八方很多次了，个人的建议来说，初学者的话最好还是选择成安或者武隆，因为八方尾根线路长、陡，还有很多蘑菇自然地形。每次来尾根都觉得这个雪场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，雪面偏冰，还有很多自然地形，坡度又陡，就容易害怕刹车变形。比较推荐的滑行区域就是现在滑行的黑林和天际线路，还有兔坪雪道那一块。天际线线路最大坡度32度，是中级线路，全长3500米。兔坪雪道则是最大坡度31度，是个上级线路，全长800米。天气放晴的时候，这两处雪道看出去的风景都是绝美的。据我几次滑雪的观察，八方尾根还是以双板居多，雪场内高手云集，是一个很适合像我这种瓶颈期的人观摩的雪场。一边被自然地形折磨，一边分析那些大神的滑行动作。每次滑过八方尾根再去其他雪场，就会觉得其他雪场会好滑很多。从线路图上看，山的上方基本都是中上级路线，初级道基本是集中在校花区域。还有就是小伙伴们来八方的时候，可以先上官网看看滑行当天雪场有没有办什么比赛活动，有活动的时候雪场有可能会封锁路线。我们就碰到过蘑菇大赛，除了封锁的区域外，其他的路线也被参赛者滑出了各种的蘑菇，一路单板顶着蘑菇下去，那是不想体验第二次的酸爽感受。午餐我们是在黑林第三缆车旁的 Bears Cafe 吃的，我点了巧克力马芬和肉酱薯条，味道有点微妙，马芬的外壳很焦脆，里面没有很多水分，干干的感觉，感觉烤的时间有点长。肉酱薯条则是肉酱里放了鹰嘴豆，
味道比较淡。还是楠楠点的炸虾咖喱会比较好吃一些。我们当天是一直滑到营业结束下的山，正好天也放晴了，看着快要黄昏的山景向山下滑，而且周围都没有人，体验非常的棒。视频的最后，我还要推荐一下这次我们住的酒店 OAK Forest 酒店，一个人一晚含早晚的费用大概是11600左右的费用。酒店的内装不算是很新，但酒店内还有温泉。原本对酒店的晚餐也没有特别高的期待，但结果晚上竟然是会席式的料理，量非常的足，有前菜、小菜、小火锅，主食是饭加上面，还有餐后甜点。唯一的不足可能就是它距离雪场还是有一点距离，交通上的话还是比较适合开车的小伙伴。以上就是这一期滑雪日记的全部内容啦。我们是喜欢户外和旅行的楠楠梦梦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、投币、分享、关注我们，我们会努力分享更多的户外和旅行视频的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